比开房间还贵，侯金兰当街做爱拔25000。基隆46岁林姓酒客，3年前与30岁吴姓酒女在马路骑楼这处洗手台公然上演火春宫，因酒女大声呻吟惊动路人报案，才被赶到警员制止。酒女原本还哭诉被性侵，但酒客辩称是性交易。检方调查监视器发现，两人在现场拥抱，女子还自行坐上洗手台，先后做爱约10分钟，认为是你情我愿，不构成性侵，但公然做爱已违法，改依公然猥亵起诉。法院审理，判侯籍酒客拘役25天，得一颗罚金25000元。动新闻基隆报道。